在香港的金饰店外，长长的队伍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。近几天来，金价下跌至近两年来最低，一盎司1321块美金，吸引大陆游客的抢购风潮。不过，据专家预测，金价很有可能继续下跌。近两年来，金价攀升，去年涨到1700到1800美元，令许多想进场的民众却步。这几天，金价下跌至近年来的最低点1321块美金。引发大陆民众抢购风潮。我觉得应该是挺便宜的，这个金子现在价钱。世界最大的珠宝供应商周大福集团表示，近两周来，他们在中国、香港及澳门的分店业绩增长了30%到40%。因为香港的黄金比大陆便宜，还有就是它的黄金质量比大陆要好。金价大跌引发中国民众抢购，专家评论认为，中国大陆产能过剩，房市和股市疲软，因此权贵阶级的资金转入黄金和奢侈品市场，这也反映出了目前中国不健康的经济结构危机。新唐人亚太电视王安慈编译。